罪或是无罪，如果手脚被镣铐束缚，全身被枷锁捆绑，他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所有刑具都会自动断坏，使他得到解脱。家人还挺痛快，三天就把钱凑出来了。我之前踩点看过，他们家好像信佛，难怪这么好欺负。啊，信佛的？那我们会不会有报应啊？切，哎呦，你脑壳坏了吧？敢绑架还怕报应？信这种鬼话？这几天真是苦着你了。那么个人无害，那么个人有害。我警告你，别耍花样，不然。对你一直嘟嘟嘟嘟念什么了？那么温柔一波的，那么温柔一波的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啊！我说我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看点路，我就回条短信。Mm-hmm.